目前这位大神被一个猎人追捕，哇！赶快跑！耶！我们使用下中继的珍珠。这里的珍珠，我们去那个有荧光石的山上，那是我第一个秘密基地，他肯定进不来。哦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先到哪里去了？哦，还不像啊！他好像也没翻快，他真的很强。父母说。这是个他不想，他就新开创造拿了64个石头，不用拿就好了。耶呼！他现在是创造模式，不对，是本来就是创造模式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开创造模式玩这个游戏。我们先走啊！他现在这，快进去呀！我先进去，不要让他。等一下，接下来了，来了，我可以尝试。等等，这里，放一些的石头。OK， 躲一下，躲一下，躲一下。我觉得我需要拿一个绿土层的。真的吗？他要吃你！挑战来了！他在跟空气打架，空气就是猎人，我们快走。快点，我可以帮拿个东西。When he's coming, he's always
我先走。你先把装备拖一拖。OK 吗？他只能飞的，他现在是幽灵状态，他不会死。怎么办？进去。是怎样？赶快走！我们隐形的，幽灵状态可以飞，隐形状态可以飞，这是新加的规定，你会变成成长模式。然后呢，你可以随便拿东西呀、啊。随便啊，随便呢，都可以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大蛇呢，它就鸡眼跟，然后再拿一个火把，那个猎人就没办法成功抓不到它了。他说，因为我说，伟大，他就是。用鸡眼这样得了一些啊、喔，之后呢，这样，这样，他也要把上方的补起来。其实我觉得大蛇是，他应该不用。很简单，然后那个人就那个大神就很想成功了。
就继续看。吸收是无香，为什么？Colin. Colin. 什么意思？医生叫我结束。好，那我们这期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